3月11日董宇辉完整直播回放。放心草来了，各位欢迎你们，任务目标已出现。唱的太热闹了，我听开心吗？我们这新录啊，不是新的戏录啊，是吧？怎么样，每天尝试不同的风格，怎么样 啊你们继续发疯。哎呀，欢迎宇辉，欢迎欢迎，来大家鼓掌，这个叫来跟我一起啊，跟我一起，跟我一起特工队们，来来，这是什么？哎呦，还有节奏体啊，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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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是双八加上一个前十六，哎，对啊，哦，这是一个节奏型，对对对，节奏型，有朋友说黄令翰，这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更适合宇辉啊，因为再帅一点，哦，帅一点。好，我觉得很到位啊！一亿的亿，我把特工队的一员带到了啊！就是惶恐到令人出汗嘛，惶恐啊！哈哈，哎呀，是不是昨天那平板开凉风空调？因为我们仨太激情了。哎呀，开热风，开热风，开热风，换一下，不用开热风，你就关。咱们仨离他近一点，他就会比较。给你抱团取暖，抱团取暖。哎呀，你们三个两个特工，一个部长，你们三个把人都吵死，对，有点烦人啊，对，有点烦人，嗯。但是挺好，你们享受就行。这个状态还是很难得的。嗯，给大家来个洗脸巾。这是啥？香皂吗？洗脸巾。这个是压缩毛巾。这是压缩毛巾，对，压缩毛巾，还有压缩毛巾呢。嗯。哎，这一泡水就可以撑开了，是吧？哦，这是什么东西？压缩毛巾。哇！我天，大家可以看一下，给个特写。我以为奶片呢。大自然的产物啊，人类智慧的结晶。嗯，我以前只听过压缩饼干，这个呢就是出行带比较方便。哎，确实这还挺大的，你看。对。24×30厘米的。对，适合我这种脸大的人。嗯，把脸一抹。嗯，哎，二号。啊，三个字尬聊啥呢？哎呀，我们这那。我走还不行吗？我走还不行吗？我去告诉爹，我也是。哎呀，辛苦了，你播吧，我们走了，我们在，哥，我们在怕你，我们疯了，咋了？你们现在在聊啥？我没听懂啊。就你现在刚才在干啥？不是，不是，他就是我们刚才排列了嘛。嗯，他给他一开始这传奇叫特工一号，对，他叫我们戏剧里面分的是特工一号、特工二号。他对数字比较敏感，他想当一号。嗯，然后今天奖品讲得很充分，他又变成了一号，他又变成了二号，我又下去了，应该的。刚才说错话了，变二号了，对吧？你们这下去吧，下去吧。你们这晋升速度挺快的啊，对，还行吧，还行。调整呢，主要及时。对，拜拜，走了，来，加油哦。把空调关了，认真的。现在你就开凉风，夏天你干啥？好，这个面筋啊，春剑耙耙杆儿，4.5斤。欢迎黄金枣，这些梗过不去了。昨晚签名呢，然后完了之后，他那个 pad 有笔记美化的功能。我写的是董宇辉，但是可能写的实在太不标准了，以至于人在美化完之后给我美化成了黄金枣。有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是这样说的。你要不要穿外套啊？嗯，拿个西服，冷不冷？不冷。不冷。很好吃。那我拿走。嗯。咱们这个有小火、中火和大火。先去朋友说省点电，房子老贵了。现在大家都开始当家了啊！房租老贵了，不让开店。到手是4.5斤啊！好，4.5斤啊。啥是4.5斤？我估计可能是连盒子5斤，是吧？嗯，明白。不冷不冷，顺丰包邮啊。不冷不冷，朋友说我冷不冷？不冷。啊，现在已经开，今天卖这个呢，是吧？对，我们一会儿可以坐在那个场景。挺好。带着孩子出去野营。是的，春游，带我们去。嗯。可以啊，
等北京暖和一点。嗯嗯。为咱找找地方。湖北你们去吗？不知道。到时候看，你们如果去完了，可以顺势休两天假，是吧？我是湖北的，在那玩两天。湖北哪儿的？赤壁的。真的？真的。嗯。哎，小贝家是不是也是赤壁的？是高中同班同学。你们俩，高中同学，同班同学，真的同班吗？真的同班。你那你们俩来这儿的时候是一块商量，还是不约就是不约而同呢？来了之后才发现他在这儿。对，来了之后才发现。高中同学，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在一个班里上了三年高中，嗯，但大学不一样是吧？大学不一样。你在哪儿读大学？我在武汉。然后北漂了。嗯，他在北京读的大学。他在四川。啊？四川。四川。嗯。殊途同归。殊途同归。所以不管在哪儿读书，最后都得北漂。爬杆放几天，老甜了。是的。嗯。谢谢。朋友说明天有字幕吗？我们再考虑啊。明天我觉得我还是得大力以中文，要不然大家真的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对。关键是董宇辉这英语也不标准的啊！要是英语标准，兴许大家能听懂。董宇辉这英语也不标准。空调还在跑风。这样可能给很多朋友人为的设置了障碍，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好像是出版社，他们好像说有一个可以翻译的人，所以这样呢，肯定我在聊的时候大量以中文，这样方便大家听。然后如果有必要向嘉宾表达一些具体意思的时候，我再说英语。然后因为有这个翻译，所以也确保大家能够听得懂，跟得上。朋友说你说中式英语就能听懂。我说的是陕西英语啊，标准的陕西口音。芒果徐小鹏自己拍，哎呀这个芒果老好吃的，我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开了一下午会，然后就感觉啊不行不行，哎呀头晕头晕，低血糖晕，手抖，然后他们就给切了一盘芒果，吃完之后老开心的。咱们这芒果皮很薄啊，果很薄，肉厚，脸皮不是这个糊很薄。啊这是真薄啊。是的呀。全是肉。挺好啊。喜欢朋友自己拍吧。嗯。朋友说还有其他的电子产品您需要的话我们再去找。嗯。国内比较大的这几个厂商其实好像都有在联系。每个人使用习惯不同。您需要的话我们去找啊。给大家上个白糯玉米。白糯玉米。到手八根。好，可以作为早餐啊，然后也可以是办公室一个下午茶。下午茶根本不喝茶。其实下午茶这个咋来的 ?Afternoon tea, 就是因为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大家在工厂上班嘛。嗯，你相比原来的这种生活节奏，就是你的 working hours 变长了，工作时间变长了，所以你在工厂下午就已经很饿了，怎么办？所以就垫吧一点。所以其实这个下午茶它本来好像就按照现在人的一些说法，它就是确实也事实，它最早是这种劳动人民的一个现象。但这个劳动人民的现象呢，后来那些贵妇们本来闲得也没事干，然后下午就没事，精致的银盘里头摆着那个
特别精致的糕点，高糖高热量。然后那时候方糖块是作为自己生活富裕的一个象征，于是开始有了 British afternoon tea。Shall I have some more sugar？ 就于是就有了这种感觉的。就是好多一开始都这种，包括他们两个，董总刚提到，就是你要研究，比如现在，就当然这个说出来有点恶心啊，香皂啊、香水啊、高跟鞋啊，好多的产生其实挺不光彩的，一开始，嗯，但是后来呢，它也是从底层，然后到了这些贵族流行，从下往上的一种流行，嗯。明天晚上就有书，明天晚上，他的书我前两天出差的路上看了，看了一本半，今晚把剩下半本看完。实事求是，因为是翻译过来的，所以它可读性可能没有大家平常读的中文可读性那么强，但是你只要看进去了，你就被吸引了。好多小说都是这，小说就是你只要耐着性子把钱。二三十页看进去，你到后面你就被陷进去了。正如好多人之前描绘的，自己在看《额尔古纳》和《幽暗》的时候那种感觉，说前二三十页感觉人名特别多，有点混乱。但你耐着性子把前二三十页看完之后，你就彻底陷在了故事情节里了。OK， 这块是吧？对。好。春日。必须的，必须的。哎呀，挺好，这个感觉，这个春游的感觉就有了。对，咱芒果在二号链接。别人春游是出去跋山涉水，然后呢，户外运动，感受春光。咱这个户外活动，纯粹是换了个地方吃东西。你这你不多带几个人，这盘能吃完吗？这桌子能吃完吗？土豆片儿。对。哎呀，还有榴莲呢。哎呀，都是你爱吃的。哎呀，真的是，这是供我软肋啊。嗯，谢谢。这土豆片老好吃了，这个卖吗？卖，在三号链接。咱们桌上这吃的都有啊。咱好像是在云南厂的时候卖过这个，是吧？土豆片，耙耙干，然后板栗仁，棒棒丸，哎呀，这个很好啊，这个品选的好，辣辣的，麻辣麻辣的，很有味儿。我记得之前他们说这是童年味道，其实我小时候没吃过这。我是在卖货的时候，去年才第一次尝到的这个产品，但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嗯，辣椒的油辣油辣的那个味道，还带有一些麻，标准的四川味道。牛肉呢，很入味儿，很有嚼头，但又不至于过硬，不像风干牛肉那种过硬了。你要吃不了辣，你别买啊。三十九块九到手三袋啊。39.9。三袋，三个大包。三大袋。嗯。还有小饼干，这小饼干好多朋友年前买的吃完了。然后还有豆干，对。嗯。都是小包小包的，特别适合装包里。小包小包就是你。不经意间就吃了一大堆，你拿个大包，你还不好意思，哎呀，这太多了，我吃不能吃这么多，我身材管理呢。你该换成小包，一个人做点，同样吃完了。如果只选三样，你带哪？只选三样。选不出来，都想带，小孩子才做选择。对，我觉得这个不行，三样有点过分了。土豆片很好，我很喜欢，好吃。然后这个棒棒丸也很好。哎呀，你喜欢吃辣
对，就是，但陕西人吃的辣其实是香辣，你发现我们吃面油泼辣子，它其实没有那么辣，但它很香，就是高温的油，然后那辣椒的香就扑鼻而来，对。然后呢，耙耙干要带着，榴莲肯定要带，蓝莓要带，芒果要带，这个要带，酸奶可以装口袋里。谁来背？啊，自己拿吧，自己拿。对，大家这个可以开车带着家人啊。这个桌子卖吗？卖，有的。哎，挺好的。椅子，然后还有这个帐篷都有。啊，桌子椅子都有。是的。啊，这是假画，我以为是真画呢。然后呢，找一片空地，嗯，其实最好再有一个烧的那种水壶。哦，有，咱们今天也有。有吗？有。有样品吗？好，马上。弄个烧的水壶，然后煮着茶，发呆，然后孩子在旁边放风筝，卖风筝吗？今天？没有。咱们找一下。去年买的可能还在啊，然后孩子在那放风筝，然后家长坐着喝茶，等孩子风筝放累了过来想吃东西的时候，发现哎，其实家长已经把吃的吃光了。哎，这个衣服颜色选的深得我心啊。大家发现董宇辉穿衣服就是黑白。哎呀，合适了，有点太帅了，但有点长，你看，是吧？长不长？这个是叉 L 码的，是吧？咱们今天只有这个码。嗯。大家正码正拍就比较合适。嗯，它袖口是可以收紧的，这个。它袖口可以。你头是绒毛的。对。你看，绒毛的应该挺保暖的。到了，傍晚起风了，穿着这个，现在才正合适，是吧？再不穿，过两天都穿不成了。嗯，而且它是防水的，防水防风。这个防水是吧？我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其实一般那种防水效果，直接用水浇，其实不是特别的那啥，因为正常防水，你就水上面使劲向下压，它水也渗不下去。嗯，但通常现在对于现在的这个面料来说，想要做到防水效果，其实很容易。嗯，只要是真防水，它就肯定是防水的，它不存在什么技术壁垒啊。啊，弄了盆是吧？我试一下防水效果。好。OK， 这是袖子啊。哎呀，把水都捧在手心。嘿，嗯，你看这现在身上有水，甩一下，没了。对，它有水痕迹，但就没有湿啊。他们说还要泡泡机，有那种泡泡机吗？我们去给他找。小孩玩的那种。朋友说谁？子瑶在说话呢。啊，所以这不是让我做防水实验的。这个，这是我们倒的酱油。干啥呀？然后它也可以防污。哎呀，就是我看就没有那个必要了，买衣服弄一股酱油味儿。嗯。我看一下，它写的是科技面料，防大风，有优异的防泼水效果。24小时持续保暖，面料透气指数高效透气10000，耐磨指数这是10000次对吧 ？OK， 就是号有点大，如果你买一个你适合的号，应该就可以了。可以按照体重去拍，按照体重去拍，嗯，还行，穿着挺舒服的。哎呀，还有XXS 呢，所以这个很友好啊，号比较全。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他平常就比较瘦啊，很多女生现在追求非常瘦的身材，可能需要小一点的码。可以，需要朋友自己拍吧，看自己的需求了啊。谦儿，你来穿一下吧，这个对我来说太大了。是吗？嗯，你试试。对，而且你知道，我这俩帽子，我这啊，今天这个衣服后面我这还有帽子，还有帽子。
咱们这个分男女款的，女款的话是稍微有点腰身的。嗯。哎呀，帅啊！哎呀，正好。帅。帅吧？给我穿走。嗯、可以。穿走吧，给供应商打钱。就说样品我们还不了了，啊，我给你把钱退回来。咱们交不了差吧？对，大小其实朋友说欠穿小，他其实穿着可以，因为他里头这个衣服，这个比较宽松啊、这个嗯。他如果是稍微贴身一点的衣服就没事了。嗯，挺好。这个面料还挺够的，蛮耐脏。里边还有短绒。其实这个面料你们不应该看防风防水，因为现在防风防水很容易，会不会容易产生静电吸土？嗯，因为你户外如果起一下风，划上面一层土，拍不干净，就比较尴尬。哦，你去哪儿抓一把土去？这个之后我们选品的时候考量进去。哎，我跟你说那个更重要。你如果是户外的，其实防风防水还有一个就是防土。嗯，防土很多时候它就是容易起静电的话，它就容易有土。明白。嗯。这个 XL 的话是可以穿到170斤的，然后我们比较大的尺码是可以穿到200斤。对，我朋友说这个怎么洗，我给你看一下标签上。这个一般外面擦一擦，擦一擦就可以了。擦一擦就行。对的。不可干洗，他写的是手洗。那就是翻过来，然后里面的那个是可能有汗什么的。啊。对，这种衣服不用放洗衣机里疯狂的搅。明白，根据自己需求拍啊，朋友们。模特多高？模特。模特1.8米。1.8米。嗯。嗯，跟我一样。对。都是1.8米。一样的帅气。对，你让供应商以后能不能寄一点能我能穿的衣服都寄那么大。这哪个供应商以后不敢合作了，故意的是不是？非要当面羞辱，穿一下穿不上，然后就是让朋友说董宇辉出现断码的情况了。朋友董宇辉恼羞成怒，你再说，当面拆穿我，你再说，再说我就发脾气，打我自己，让你心疼。还有尤克里里预售，今天还在卖尤克里里吗？有，挺好啊。还有非洲鼓。还有风，我跟你讲，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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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忘了那个怎么敲了，之前去丽江咱们出来的吧，当当当当当，好像是就每次里里我忘了怎么敲了，好多年前去过，当当当当，哎不对，马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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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像就是这个调子，很多歌都是这个一直在重复，当当当就一直这样重复就行了，就这个调子很简单对吧，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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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看确实是这个调子吧，大牌呀，对，就这个调子很简单啊，啊8英寸的是119，朋友说这咋，感谢啊感谢啊感谢各位兄台，大家还给我表现机会，他说砸大呀不会，当当当当当，你看就中间当当当当当，哎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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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就一直这个样子就行了，太简单了，嗯，大家都能会。朋友说这有点像陕西腰鼓啊，那得挎到腰上，得摇头晃脑，那样才热闹啊。其实这个其实很简单，很快就学会了。只有1000单，1块0件。嗯，咱们今天还礼遇古代手环挂坠和视频课程。嗯，这鼓建议平常还是藏好。要不然孩子一回家敲，不然能烦死，啊，影响睡眠的。周末想睡个懒觉，一大早孩子当当当当当，嗯，
有很多家长曾经表达过，给孩子买这个鼓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家人没有安静日子过，烦死了。到后来孩子一开学发现那鼓放那儿落成灰，再没人敲了。西梅干，西梅干啊！我改天给咱组织一次这样的野炊。好，可以，支持。到时候提前准备上一些牛排啊啥的，还可以现场煎。有那种平底锅在户外，下面烧着燃气，然后可以煎牛排，然后可以烧水煮茶。咱们今天有烧烤架。烧烤架，对，在10号链接。对，到春天了，可能很快就得开始喝茶了。很多朋友，我吃的是这个土豆片啊，老便宜了，土豆片。对，但挺好吃的，嗯，麻麻辣辣的。好简单，重复一遍啊，看，咚当当咚当就行了，你就这样，咚当当咚当当咚当。你去丽江就这个调子一直敲，几年后你回来，他还在那个店里坐着，时间仿佛忘记了这个地方，还是那个调子，咚当当咚当。你说我当年学过，然后拿着这个鼓，发现这个真的手指头跟脚趾头一样的笨拙。还是没学会，就这个调子，咚当当咚当。当然也有更复杂的，但这个简单的调子能让你敲绝大多数歌的，都已经是的。嗯，可以尝尝西梅干。好。嗯，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西梅干，陕西咸阳，也是独立包装，小包。南疆的风，从这个名字来看，它原材料可能是来自新疆的啊。嗯，小时候老喜欢吃这种东西，甜甜的。我说为啥这么爱吃土豆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叫《火星救援》，马特·达蒙演的。哎，你看里头他被忘在火星表面的时候，他在种的材料，这个蔬菜唯一的蔬菜就是土豆了。土豆的几个特点，生存能力极强。OK， 相对来说，相比绝大多数的作物，它不需要你，比如像你这除草呀、施肥这些，它不需要，所以它自己生长能力强。然后相对来说，抗病抗虫的能力也稍微能强一点啊。还有一个影响优点是什么？就是土豆里头营养比较丰富。其实人身体需要绝大多数都是碳水，然后少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头还都有。你就要洗干净，它吃起来方便，烤着吃、煮着吃、蒸着吃、炒着吃都行，啊，所以土豆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东西，尤其你去很多西北内陆的省份，当天气干旱，然后耕种条件比较差，土豆可能就是当地人唯一的这个主要的，或者不能用唯一吧，主要的，以前是唯一，现在可能是主要的这个蔬菜来源了，包括你去很多，西南地区。高山那些地方，它山地多山地，所以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土，它是真的接地气，而且起大作用，又耐活啊，东西又多。然后你去看欧洲历史上发生大灾荒的年里，基本都是土豆生病了，土豆减产他们就灾荒，所以对他们来说土豆都不是一个菜了，是主粮了。我还给大家推荐，就是这是土豆皮啊，15块9到手10包，对，15块9到10包，这个不是卖土豆，你可以，我自己还经常做过烤土豆啊，就是你把土豆洗干净之后，皮去不去都行，有的那种如果是自己家种的那种土豆，你不用去皮都行，然后把它洗干净之后切成这个角，就跟就是土豆竖着这样长的放着，哎，这样切一下，切开之后呢，给上面淋一点橄榄油，弄点盐，弄点黑胡椒，均匀的晃开，然后放在空气炸锅里去，十五分钟，弄到一半拿出来稍微翻个面，
然后再放进去，最后它烤的那个表皮焦脆，但是这个橄榄油的香啊，还有黑胡椒的香也散出来了，然后里头已经熟了，就是很细腻绵糯的那种口感，烤土豆嘛，其实还挺好吃的。但也有一种是用锡箔纸整个包着那种烤箱里烤，那种就比较麻烦了，比较难控制温度，你家里直接用空气炸锅就行。咱这款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对吧？咱这个土豆片，我记得我们以前上学，学校后门卖那个土豆片啊，就神农架小土豆。啊，小时候对神农架唯一印象就是神农架野人了。我在想，我这个土豆跟野人有没有关系？我吃过你吃过的土豆，我们算不算相拥啊？然后呢，那个土豆他每次其实都是那人把那已经蒸的差不多熟了，旁边放一个大桶，然后每次卖完了之后，他就从桶里铲出来好多，很大一个平底的鏊啊，那个。叫巨鏊啊，它有这样一个词，上面一个鏊，下面一个金，鏊就是餐具，就是一种锅，平底的，然后里头倒上油，他把那个土豆在这头煎，本来里头已经熟了，煎的外面焦脆，甚至有一点点缩水的脱水的那个感觉，然后最后给你放个小盒，里面撒一点调料，味精放的重一些，葱花姜菜，弄个叉子，我们在学校门口买5块一份，哎呀，老受欢迎了，嗯。味儿又重，然后呢，口感又好，而且是油炸食品。去晚了都没了那人，那产品。还有，对，土豆需要朋友自己拍，这是一个很好吃的小零食，看你自己，你要不喜欢油炸食品你就别买了，它肯定有油炸。然后耙耙干也很好，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需要朋友自己拍。芒果也不错，正好是芒果最近的季节，棒棒玩的这个牛肉也会很喜欢，如果你能接受辣的话，这个真的是都不是说爱不释手了，爱不释口啊，嘴里吃就停不下来。然后还有榴莲，户外吃榴莲基本没有什么罪恶感了，你也不害怕臭着别人。前两天我们去泰国，我说想吃榴莲，哼哼唧唧好几天，最后人那个当地导游小姐姐记者，然后就买了一大堆，产地吃果然不一样，虽然它不是榴莲的季节，那个甚至那个榴莲肉几块都是有点硬的，但吃着还是挺甜的，挺惊喜的。这是蓝莓啊，这蓝莓长得有点过分了，这老大了。为大家看一下，这是超大的这个琵琶，这已经算非常大琵琶了。这是蓝莓啊，你见过这样尺寸的蓝莓吗？这可能跟一块硬币都差不多了，对吧？蓝莓是差不多，是的。很大的蓝莓，大到让人震惊。这个是22到24厘米。22到24的啊。我说今晚还有手机吗？今晚没有手机了。那个手机本来昨晚商量的就是9点到10点11点，后来人都把库存给延长到12点，对吧？但一过12点，我看立马就下了。对，所有价格都失效了。价格也失效了。对，最近也是枇杷的季节，挺好的。多吃吃这个，比较清爽，它不会过分的甜，它比较清爽，就像你身边有的人一样。他的情绪呢很稳定，精神内核呢很强大，跟他相处呢很愉悦，如沐春风啊，不会有特别剧烈的情绪表现，但是始终回忆起来是面带微笑的那种清新的感觉。斯人若琵琶遇上方知有啊。他说有没有新疆的无花果干，导演记一下。好的。还有要玉米粒的你们也记一下啊。对，今天为啥直播小时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昨晚我上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周一我现在通常情况下周一下午要开好多会，有公司的正常业务节奏会，因为每周他们会会上沟通一下正常的工作节奏，然后呢也会给主播开会。
因为我会跟他们聊，我会让他们去给他们提一些要求，比如说得看书啊，然后呢你得修炼，你得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你得在镜头前放松，然后找到自己这种风格啊，同时提醒他们不要过度这个过度夸张产品功效，不要过度宣传啊，倡导理性消费，就是每周都会有聊的一些话题，一周大家在一块聊一聊，那种感觉其实挺好的。这种执念来自于我以前当教研主管的时候，你想一批新老师，他们大学毕业生刚招进来，在一块儿一起陪伴着啊，真的是恨不得同吃同住那种，大家就很有共同的这种感觉啊，有共鸣，然后有共同经历，也因此有共同语言，因此大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更容易，整体他们最后的工作体验也好，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北漂城市。哎，那个芒果我吃完吧，你拿走的，别人我都吃剩了，别人估计也不吃，这个要拿走吗？这放着留着留着、啊、对，要不然在北京你说他们就是除了上班回去在自己租的房子里可能也没有归属感吧，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工作体验。然后在今天下午还有一些想要有合作的人来找，有的这种合作真的是要对很多次，像昨天给大家提到的华为的合作，他们在年前就联系了，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然后后来与会同心成立之后呢，他们又联系了，说能不能有合作，就前后在沟通。其实大家在很多人提到说开学要买 3C 设备之前就已经一直在沟通了，但是很多大公司呢它比较严谨，不像我们这比较随意一些，人比较严谨，沟通的时间流程就会相对长一些，还有一些具体讲解式或者要求啊，他会沟通来回比较多一些，嗯，所以也有一些这样的工作。咱们可以喝一口牛奶。好，徐小鹏自己拍啊。4.0克乳蛋白。嗯。有朋友说有没有给学生买的手机，我们去找找啊。对，我们收到。4.0克优质乳蛋白，122毫克的原生高钙，这个其实在牛奶说，单纯来说，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都比较高了，因为通常情况大家买的绝大多数是3.2克的那种，少的其实也有3.0的，主要以3.2为多。然后高一点到3.6的价格就比较贵了，这个已经达到4.0了。其实这个之前给大家讲过，牛奶的蛋白质含量由什么决定？饲料，主要是由饲料，牛品种也会有少一点的影响，但更主要是饲料。有的这个牧畜它品质比较好，本身牧畜中蛋白含量就高，所以牛奶蛋白含量就高。然后第二个呢，但挤出来的牛奶它蛋白含量不会有那么夸张。然后大家要喝的这个牛奶蛋白含量要高的时候有几个方法呢，第一个就是闪蒸，它在低压的情况下可能沸点不到100度，然后它就让这个在低压情况下它沸腾，然后蒸发了多余的水分，蛋白质不会蒸发，水分会蒸发，所以这时候它就变浓缩了，能理解吧啊。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现在用那种 RO 膜去过滤，就像净水器那个膜一样，此时蛋白分子颗粒比较大，就像杂质一样被挡在了里头，然后剩下的水是不是就过滤出来了，你把正常的水过滤走了，那剩下里头是不是蛋白浓度就高了，所以此时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会变高，这是常见的几种办法哈。还有5000单，还有5000单，低脂全脂都对，只要是符合国标的牛奶啊，其实像这一类牛奶你最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和钙含量就是看你把水分弄出去多少，这一类一般情况下6个月保质期的奶其实大概是同一种标准。然后另外一种奶就是大家一般买那种10天左右的需要冷藏的啊，保质期只有10天左右那种。那种奶呢，因为它没有经过高温，或者它是巴氏杀毒嘛，之前跟大家讲过巴氏杀毒其实就是50-60度啊，那种半30分钟左右那种。它没有经过特别高温，所以相对来说它在一些营养上保留会更全，但那个实事求是来说也比较贵。
那因此最后总结下来，如果你喝奶就是为了蛋白质和钙，可能这种更有性价比，实事求是来说，因为你买那个一罐买这两罐，两罐你多少蛋白质钙了，对吧？所以如果你喝奶就是为了蛋白质和钙，像这种六个月保质期的，一般情况下性价比会更高。如果你追求的是口感啊，和一些丰富的一些微量元素，那可能那种奶会更适合你啊，实事求是啊。这个保质期一年，对，保质期有时候区别就在哪里，就是它的密封的这个技术和当时加工的车间的这个卫生标准可能也会决定。对，大家记得巴斯德啊，之前巴氏消毒法疫苗，大部分疫苗都是那个人，从那个人开始的。全脂只有600单了。全脂只有600单了。对。朋友说酸奶好还是鲜奶好，你诉求不一样啊。早餐呢，你说很多人他就喝鲜奶，酸奶一般情况下他可能浓缩，可能口感好啊，有的人会喜欢。再一个就是蛋白质和钙的含量上会不一样。你拿上个烤串，这个是直接已经穿好串了是吧？对，已经穿好了，这是包装啊。哎，我跟你说，其实，哎，大家不一定非要买这种，哎，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分自己拆自己的台，看自己诉求啊。其实可以拆自己的台，对吧？无所谓嘛。啊，就是你要是直接喜欢省事儿啊，你就是上班族，你周末就有个时间，你就想省事儿买这种可以。你要是空闲时间比较多呀，然后呢，春暖花开了，然后可以在室外活动了，然后你还想烤肉。其实你就可以干嘛呢，你就可以自己买一些签子，然后你冬天买那么多的羊肉，把它切成块啊，拌一下调料那些拌一下，甚至有的它拌的时候腌的过程再放点洋葱皮鸭子。你是新疆人吗？不是，我在那儿生活过，然后哦，皮鸭子解腻的是吧？哎，这能说吗？哎呀，不能说呀，不能说专业素养的哥，这真的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发挥失常了。然后呢，他可能用那些腌一下啊，腌完之后呢，这个肉就更入味了。然后你再穿串就烤，你可以那就可以自己切的稍微大一点。咱们这个到手40串。对，他们说那个多麻烦呀，你各有各的快乐啊，各有各的快乐。我说你这头发这么密，推荐用什么洗发水？我头发密跟洗发水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要说，因为我头发密，我推荐你洗发水，那我是骗你的。自己穿得累死。我朋友问我为啥看那儿，因为屏幕那儿大，这儿也有屏幕，对，我看这儿也行。其实自己穿串也有快乐呀，我自己之前回家跟我家人，不用往前挪，我能看见孩子，我能看见。对，我之前回家跟我家人想要一起吃一次饭，那我就想要大家一起忙活嘛，才有那个准备热闹的快乐，就像你过年大家一块准备一次饭一样，然后洗肉解冻洗肉，然后切成丁，然后穿串，然后一个人在那烤，烟熏火燎的，其实那个过程它并不一定烤出来就好吃，但是那个过程大家都有参与，你就氛围。你要是真为了吃一顿烤肉，你的饭店吃去了都为了省事。你何苦在家里折腾呢？各有各的快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呀，就是那个意思。咱们烧烤架也可以准备上。有吗？在2号链接。没有样品是吧？调料我们也有啊，在3号链接。烧烤架有样品吗？暂时还没有啊。行。好吃。而且我们这个烧烤架只有500单。烧烤架只有500单。快没有。牛奶的全脂能再上一些吗？稍等，马上联系一下。解释过多次了，你牛奶全脂和半脂除了直接的脂肪含量以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好不好喝。全脂的一般会好喝一些，实事求是来说，脂肪是好喝的。这就是啥？你说煮的肉汤鸡汤比较香的，蛋白质没有香味儿，香是因为上面飘了一层油。你要有肥肉你煮才香，你全是瘦肉煮那肉汤你看香吗？
索然无味。人是需要脂肪的，你想你的鼻子嗅觉为什么会把脂肪闻成香味？那就说明在基因里，你死去的祖先一直在暗示你，告诉你吃点脂肪，吃点脂肪，它对你身体很重要。它甚至把那解释成一种香的东西。苹果啊，洛川的红富士，陕西洛川的苹果。有人说要梳子，你记一下，导演。好。那个库存已经卖空了，我们再给大家沟通一下。啥？就今天有一个梳子。啊。给大家发二号链接啊。啥吗？只有三百单了。只有三百单了。梳子啊。嗯。梳子为啥还限量呢？没有，就卖空了今天。有那么夸张吗？我们这个梳子跟梳头的梳不太一样。卖多少？卖了3000多单。啊。4000单。你家里没有梳子吗？你不要为了买东西而买东西啊！钱是你的，我再跟你说一遍。每天晚上不行，我不买点啥难受。你别听了，你别看了，你别每天花钱。你越这样，我越不愿意。我跟你说，今天卖的是五指梳。平常是有指的，今天是五指。有指数就是你脖子呀。五个指头的意思是吧？对，这样。嗯。按摩身体。真有那个用吗？没有，卖没了。已经没了。已经没了，行，现在打击他们也来不及了，他们都买了。没用，退吧。完了。我今天看一篇文章，也就是说，说实在想不明白，等于说直播间都是啥人，然后为啥会这样写？他说，昨晚的手机最贵的反而最先卖没货，然后那个人好奇嘛，说不知道原因是啥。其实是一个人发给我的，说宇辉，你说咱原因是啥？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以前在卖东西的时候，我说让他们买便宜台灯，他们最后把贵的拍没了。我越说越生气，我跟你说，没有多大区别，非要买贵的，再说不听。猕猴桃啊，多吃多吃点，各种各样。下面看评论区，好多人又给你要产品了啊！看到了，看到了。嗯，大家想要啥可以在我们。有和同行的账号视频下面留言啊，我们客服每天都会整理这些诉求。当然呢，只不过有的品它可能比较好找，或者货盘里已经有，迅速就有反应。有的品需要找厂家筛选建联，然后我们自己再过选品会，再审资质，再看他们往期的这个客户评价，效率会低一些。但只要是您提的产品诉求，我们的都已经在有行动了。时间反应早晚的问题啊。厨房湿巾记一下，倩儿。好的。好。他要骨传导的耳机，这个好像之前卖过一次。是吧？其实那种头上戴的耳机它有一个巨大的优点，你知道现在相比用盒子装的耳机，那种耳机有个巨大的优点，什么？不容易丢。真的，这是非常大的优点。对，这几乎我觉得是它现在最大的优点了。你是真的音质，你都用耳机了，你还讲究音质？你要讲究音质，你应该是个密闭的房间里头一整套音响好吗？发烧友，这你都戴耳机了，就像我都吃方便面了，我还嫌它健不健康？耳机当然音响有没有差异？有那么大吗？No, I don't think so。结果现在那种盒子一戴，随手丢一个。然后呢，我买了一套新的，这次去泰国，盒子丢了。AirPods， 结果就剩 Pod， 从 Pod 也丢了，剩 Air， 剩空气了，啥都没了。然后那种骨传导的音响，它一般就是戴在脖子上，然后挂在耳朵这儿的。
你不听了，你把它放这儿，因为它件比较大，它不容易单个丢失，不容易随手放。你要么在包里，要么在脖子上，你不容易丢，所以它有巨大的优点，就不容易丢啊，啊，省钱，你不至于天天买。哦，猕猴桃卖的可好了呢。啥？猕猴桃。啊，猕猴桃，徐小鹏自己拍啊。但现在猕猴桃已经就是冷库里放到现在的，因为猕猴桃是去年十一月多收的，现在没有新上市，它都是去年放到现在的。有个朋友要羽毛球，抢人机一下，这个可以。还有朋友一直刷黄金黄金，咱就明天就给他上，明天有球拍，对，球拍发了一晚上黄金，董宇辉视而不见，要羽毛球，董宇辉立马看见。羽毛球啊，明天就给你上，给大家鼓励你，手套，来手套，这，咱们外出可以很用得上，对，可能你出去野餐，这个手套球安全，这个更加的健康一些，还有你厨房家里有时候也会用的。嗯，对吧？对，有时候你要用手拌菜啊，或者去摸很多食材啊，这就比较方便了。它有个巨大的优点，你看，吃榴莲是吧？嗯，必须的，拿手上吃，给你们吃吧。给，谢谢。给你一些薯条，你们俩分着吃。玻璃饭盒啊，前两天还有朋友要，今天就找来了。鼓励带饭啊，各位朋友们。鼓励带饭的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你每天吃饭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你看着一办公室的人都是点的外卖，这时候你从容淡定的踱着步到公司微波炉，叮，对吧？热了饭，然后在那咔咔咔咔一个一个打开。哎呀，请问整个办公室还有谁？嗯，主要是能够气人。强烈建议大家自己带饭吃。你要你自己能带饭吃，说明要么你自己有时间回家做饭，你热爱生活，对吧？你抽时间给自己做饭，你真的热爱生活。要么你被别人爱着。咱们这个还包含餐具，一个勺子，一双筷子。一个勺子，一个筷子。对，在那个洗衣机。好，跟文具盒一样。对。你看，很精致啊。或者说带饭说明没钱，其实说明不了，带饭不等于没钱。我告诉你，因为第一个，很多人回家带饭，他自己要吃的健康点，他那些食材，可能再加上你自己做饭的时间的成本，比你订外卖贵多了，实事求是来说，因为现在外卖很多是预制菜，它其实价钱是能够做到很低的，所以他倒不见得是真的为了省钱，其实很多外卖自己带饭反而省不了钱。热爱生活的体现，热爱生活一个体现，他对吃想吃的舒服一些啊，习惯一些，可口一些，他就可以考虑自己的搭配了呀，对吧？咱们餐具是304不锈钢的，304不锈钢啊，还有8000单，食品级的安全，还有8000单，卖不完了，卖的完了，卖挺快的啊，卖。今天去上班，带着爱心牌的便当，米饭菜，其实你可以荤素搭配的很好。我的意思是，而且有朋友说自己做比较干净，就是吃着放心啊，对吧？啊，原材料啊，你都知道啊。然后你自己，比如你习惯，很多人他吃饭现在油啊、盐啊放的比较淡，你就能把握得住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一巨大的优点。所以带饭优点老多了。它除了费时间以外，它真的全是优点，发现了没？对，
是吧？嗯。你带饭吗？我带。真的假的？真的，今天的带的炒饭。谁给你做的？我自己做的。我的妈呀！给你一些掌声。记得给我也带一份。挺好。好我没好意思说，嗯，谦儿你更勇敢，给你点赞。这啥？秘密小黄。这灌的是啥？对，它不漏水，橙汁，橙汁儿。橙汁儿。咱们可以带汤啊。肆意的。带汤出去。对。但是如果你是热的，然后最后饭盖抠不开，它是因为热胀冷缩，空气，你把这个一抠，然后就能打开了。让它里头内外气压一致，就很容易抠开了。我说羡慕去吧，真的是。我以前在西安学校工作那会儿，我跟你说，我们办公室每一天中午啊，一到中午要吃饭时间，不知道吃啥，真的不知道吃啥。附近能去吃饭的地方都走遍了，然后呢，我一个。观众人又是每天碳水，就是吃面吃面吃面，哎呀，吃饭的时候排队排不到根上。然后你知道西安人吃饭就是马路边人行道上给你摆个小桌子，几个人不认识凑到一块儿，哗哗吃个面剥个蒜就那种。然后每次出去你也不知道吃啥，忧愁忧愁，好不容易等到你有桌子，你再等饭，你来回等花一个小时。然后吃完饭了半小时，等你走到单位，快到上班时间，然后你困了，然后你困了。这个时候我就观察到身边其他的同事啊，人自己家里爱心便当，妈妈做的，丈夫做的，妻子做的饭啊，然后呢米饭有青菜啊，然后还有肉，还有水果，还有一份汤，微波炉叮一下。很悠闲，热好饭坐那儿，几个人还能聊聊天，对吧？不至于夏天很热出去吃一趟饭回来一出一身汗那种，冬天出吃一身饭出吃个饭回来这个冻得不行啊。有那种餐厅里头，他如果条件不是特别好的话，回来一身油烟味儿，哎呀老反感那些的，我特别不喜欢油烟味儿，所以我做饭的时候我都把窗户大开，宁愿冻着我都不愿意关窗户。然后呢他们就很从容，吃完饭了甚至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啊，就是哎，反正就是带饭，真的除了费时间，全是优点，真的。是，你们有时间也可以带饭，对吧？我也同意。听刚才顾客给我带了，真的可以。我给大家讲，我们平常晚上直播完这些食品，这些样品，因为它有消耗嘛，可能人也不要了，你给寄回人也不要了。水果、肉、蛋奶这些东西，我们最后全部都放在公司那儿，还有个零食区。全部都员工自己拿回去的，鼓励他们自己吃的，对吧？认真对待每一餐每一饭，就是人生的快乐有几个哎？嗯，你别最后都饭也不好好吃，觉也睡不着，每天愁眉苦脸，苦大仇深。每天还可以带个椅子。这个椅子的，这个椅子是要外出手弄，它可以合上，放你车后备箱里。你看，导演给个近景啊。Which you can see. Convertible and portable, which is convenient to take with you. You can put it in the back of your car and you find a perfect spot to admire the scenery, to dwell on yourself. You park the car, you take out the chair,And you spend a perfect afternoon. 非常舒服的椅子，这个包裹性很强。嗯，可以承受200斤。咱也没到那个份儿上。放心坐吧。库存不多了。对，人这儿有提的，你看这个背后还可以放东西。这粉色还是比较清新的。是吧？这个颜色好看是吧？好看，还是春天的气息。坐这儿，小香。好嘞。旁边也来了是吧？还有凳子吗？
我可以躺在帐篷。哎，也行。可以可以，是吧？也行。可以。很浪漫。加入我们的这个野餐吧。要拖鞋没？拖鞋吗？今天没。啊，那行，那我先钻进去。哎呀！咱说搞一个户外春游，其实也可以，可以，可以。等等，北京这个草绿起来，我给大家找对地方。哇，这安全感！你发现没？咱到时候去平谷。哎，可以啊。对，咱们注册地在平谷。对呀、啊，注册比较远啊，我们去这个探索一下，寻根之旅吧，也算是福地。到时候桃花正好开啊。哎，可以，等桃花开的时候，我给大家找一次。对，很期待，因为我们好像还没一块出去玩过呢。啊，这个话我都听不下去了，好像出去玩过吧？不是一块儿出去户外啊，户外还没出去，等一块儿走。打扰你啊。你们想去啥地方可以计划计划。好，等到天气条件好的时候，咱休了几天假。行。快点，我们尝试。先跟大家商量请个假。商量一下，意思是跟大家沟通一下吗？行不行？是吧？对呀、啊。但咱出去也可以播呀，其实。对呀、啊，我觉得消费者会尊重咱，就是、嗯，大家应该会理解我们这种这个出去的这种急切的心情吧。毕竟都是打工的人，谁也为难谁啊。对呀、啊，嗯。哎，你要这么说，我今晚都不用回家了，以后房都不用租了。哎呀，直接住这就行，水费花公司的，住公司的，有时候还有样品可以消耗。我是这，我让他们给你再装上一个洗澡间。哦，是吧？嗯，其实洗手间就够了。那个洗水池，你没法洗澡。哦，也是哈、啊。你那个能洗脸，你没法洗澡。哎呀，所以你需要一个洗澡间，外面带上一个换衣服。哥，你这太体贴了。我这不好拉布，对不起。我在重装工具的时候给你装。行行行，再给你装这个健身房健身器材。哎呀，哥是这，我结婚之后婚房啥的，你看看。咱公司能不能解决一下？可以，可以吧？这一整套全都解决了。对，我要求其实不多啊。卧室、客厅、二胎房，无非我有一个主意。你要多生孩子，我就给你们多发钱。立马可以帮冯冯解决。你看，仪式，然后呢，后面拉开还有一个小的幕布，天，它那个天幕拉开又是一个厅，仪式两厅直接有了。四个帐篷，四个帐篷，四个帐篷，还是你会省钱、啊。四室四厅，大少，恭喜你。你应该去咱公司财务，钱都花到刀刃上了。完了完了，我的身份暴露了。你这是花刀鞘上，你知道吗？要么说会过日子呢，就是四个帐篷解决。这个帐篷多少钱？五六百。多少钱？型号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不同的型号是不同的价格。咱这个型号多少钱？普通版的是514，然后图银版的是574。这多少钱呢？这是普通版的。514。514。谁说北京买房难？4000全搞定。2500，是吧？还有五个，哥多加一个。太好了，我觉得宽裕一些。这辈子跟你干好吧？咱俩那不行，那不行，咱是明码标价，公允公允，行行行，也不能委屈你。好好好。然后买帐篷再礼遇一个小的，这是蚊香液是吧？对，驱蚊液，驱蚊液，哎，这个是真的需要的。哎，对，礼遇一个蚊香液。我现在去泰国，有个朋友跟我说，让我回来给他带这个驱蚊的东西。我说这得有啥区别？他说还就是好用。我说那心理作用吧。那个是有特殊香气的，是吧？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现在应该没有太高的行业门槛，我估计能造的都差不多。嗯，但是现在出门真的大家要防一些这种虫子，像一些这种益虫啊。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有蚊子了，回暖了还是？过了惊蛰了。嗯，这个户外还是非常期待啊！而且我们这个未来应该很快去湖北了，咱也可以带出门去，对吧？樱花树下扎一帐篷，然后早上起来看樱花慢慢这样洒下来，哎，可以呀、啊，是吧？很浪漫。你问一下他们湖北有没有哪个地方适合这样子，直接可以把这样品拉过去，咱还可以卖啊，对吧？就这，对。哎，你问一下，可以，我觉得可以。嗯，很期待。真的感觉很好呀。这就很有这种，再摆一个小茶炉，喝点小茶，碧玉的。嗯，放点小歌。比如说呢，周杰伦。哎呀，这。逆行吧，逆行旅人吧，逆行，对吧？放违规了，扣12分啊！在原唱片交通普法现场嘛，哎，对吧？然后听歌的没有一个能带着驾照出来，确实，现场没收驾照，全扣完了。主要是我们有原唱啊，对，对，很舒适。而且我以前的梦想就是你在户外，然后看那个星空。嗯，因为我们家离水它是
没有光污染，到晚上银河是清晰可见的。你就躺在床上看着天空银河的感觉，这是天狼星，这是北极星，那颗呢是心情，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哎呀，哎，我们小时候在房顶睡过觉，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在房顶睡过觉。哎，我有睡过。我因为我们小时候是斜的，对，我们平房，北方因为降水没有那么多平房，然后呢家里以前没有空调啊，风扇吹的风也是热的，就睡的就然后呢就睡在房顶上，一片平的那种水泥的房顶，然后铺过席子，大人们在那聊天，然后你看着那星星闪烁闪烁，银河皎洁啊，然后你想上面有没有神仙，对，你这个光彗星，赶快许愿，赶快许愿，然后大人们说着话，说着说着，然后那个声音就突然变得忽近忽远，其实不是声音忽近忽远，哎，是你睡意渐浓，然后偶尔天上还飞，那个应该就是蝙蝠，它的声音很尖利，那样的感觉，头顶唰唰唰飞过去，就在吃蚊子。然后呢，旁边几个大的那个桐树、槐树，然后一吹那个叶子，摩擦的沙沙作响，然后就睡着了，也不知道几点睡着，也不知道啥时候睡着，反正第二天一大早睡醒，发现哎，要么就是天亮了，太阳把你眼睛照着你晒的，晒自己醒了，刺醒了；要么就是你半夜睡到一定程度，家长把你抱到楼下，放在家里床子上睡着了，但整个过程把你折腾那样的，这样抱来抱去，你都没有醒。很沉的睡眠，对，就是哎呀，再也没有那样的睡眠了。但你看，如果小时候在房上睡的时候有个这个哈，就不会被蚊子叮一身的包子。对，没错。如果你怕蚊子，你穿一个防晒服也可以抗蚊子，就可以继续赏星星了。穿这个可能有点热，还行，有点水晶。这个是有凉感的。对，咱们这个是透气性比较好的。没错。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你看，它这种薄纱，以前我们家会挂蚊帐。而且蚊帐它就是防蚊子嘛，会用雪白的蚊帐，是，一般昏帐的是红色的，地上就是白色的，你看这种纱帐能看见外面，有安全感。对，你朋友说的农村校搜大肠美肠里，这应该是关中人。美肠是啥？美就是小麦，熟美就是收麦子，肠就是场，就是一大片平地，哎，就是麦场。哦，一大片平地，因为以前人的这个他没有收割机，脱粒机都是比较晚的，所以以前最早就是一大片平地土的，然后把那个小麦割回来放在那晒干，它本来已经很干，再晒一下，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很圆的一个石头，滚麦子，石头，然后有个铁的把它夹着，最早是套在牛身上，或者马身或者骡子身上，然后它俩在那转圈，然后把那个碾着碾着，把那个小麦的麦穗，外面壳碾破了，麦粒就掉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就用带着叉子，就像猪八戒那个叉子一样，把上面的麦杆挑走，然后麦粒掉下去了，在土上嘛，这时候他把麦粒弄到一块，然后用那个木头做的那个跟铁线一样木线，然后扬一下，风一扬就把那个壳就吹走了，小麦就掉地上了，颗粒，然后再把它扫在一起，但这时候其实小麦里会有很多的土，石头沙子，那怎么甚至还有一些其他杂草，所以以前人在磨面粉的时候是要用水冲着把小麦淘洗一遍，他要把土那些冲走，但即使到那个最后小麦里还会有石子，对，但是你要经过磨坊这么一磨的话，我小时候已经不用石磨了，就是机器磨，它有石子它也给你碾成粉末了，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小时候一开始就是这样，后来人是有脱粒机，对，把小麦晒干之后塞脱粒机啪啪啪啪这个我打出来，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收割机，但我小时候，让小时候收小麦那几天那一段时间，就像大家看那个，你就像你们看《白鹿原》里头那种，它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对，只要就是真的，一夜之间小麦覆陇黄，啊，那个布姑娘，咕咕，就是一直叫。然后感觉晚上即使家人睡觉了，他心里仍然是很着急的，因为他要抢收抢住嘛，跟时间赛跑，对，一大早就去割那个小麦，如果干透了之后它剩下那个杆是非常锋利的，有时候你不小心把你的腿就能划破，割伤，因为它你想这个镰刀割过去之后它可能有一个很尖锐的尖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光脚地里跑，它直接扎肉里去了，天哪，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收麦子，在那个小麦子地里完了还能捡到那种刚孵出来一窝小鸡小野鸡，然后我回家就给那个抓虫子喂喂到最后它会飞会跑放走了，天哪，每年都有，
然后那一段时间还正好是蚕结茧的时候，嗯，啊，春蚕它就开始要复茧了，就然后爬的到处都是。我们家那客厅墙角全是蚕茧，一个一个白色的那个。对，所以白天我家人在那忙着弄麦子，我也老忙了，我爬到树上摘桑叶回去给那传喂桑叶，完了大太阳晒着满脸的汗土，然后脸上都是泥，然后跑到草丛里头。你知道那个草啊，你走进时候热浪滚腾啊，然后呢到里头抓那个蚂蚱，嗯，细长细长的蚂蚱，回家喂那小野鸡。哎呀，你说你老忙了，哪有时间写作业啊？每天工作老师检老师检查作业，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我给老师，你能不能不要捣乱啊，老师？哎、你养殖也很忙的好吗？所以按这个时间来算，你是放秋假的？哎，不是，五月多。那是就是专门收麦子的假期嘛，对对吧？收假秋假是收玉米、啊，秋假是收玉米，收玉米、这个、收豆子，收这个叫麦假，这个叫忙假，忙假，忙种、哦、忙种的忙，明白了，叫忙假。天哪，你的童年怎么这么有趣啊？我以前我跟你说，小学首先一年刚收就是收庄稼假放两次，哦、一次十天，嗯，忙假还别算五一、十一，更不算这个暑假、寒假，假期很多，羡慕。小时候必须得放假，因为老师也回家收庄稼去。宇辉现在公司放假多是有原因的，在小时候已经种下了种子，三峡的橙子，咱过来就湖北就可以卖这个了。对，来，中华红旗橙，秭归的、嗯，来吧。对，去园故里啊。这个是很受欢迎啊，是，这是很多甜度非常高，它的挂果时间非常长，全年365天，它能挂果300天左右，有朋友就是在橙子里属于很卷，对，嗯，有朋友说就是橙子界的常青树，嗯，有朋友说蚂蚱是秋天有的，蚂蚱是秋天没的好吗？你们听过一句话叫做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哎呀，蛐蛐是秋天有的，对，果然是有经验。蚂蚱只要天气一暖，秋后，嗯，对，以前我们小时候会捉蛐蛐，会捉螃蟹、嗯，因为我们南方不种小麦，我们种水稻，但是差不多也是脱粒、嗯，也是靠脱粒机，还有一个风扇一样拿来摇的，把那个骨壳空的给它吹走，啊、嗯，这样底下就有了。嗯嗯、还有一种农具啊、嗯，一个很长一个木棍儿，嗯，你这样可以甩。然后它有一个很长的木头、嗯、然后它有几根用那个其他的那种树皮、嗯、桑树皮那种具有纤维的树皮把它缠在一起，然后这样甩、嗯、啪啪啪这样甩着打，对，就有的家里有牲口，他用牲口拉着那个东西使碾子去碾，没有那个就拿这个啪啪一直甩着打，天哪，哎呀，我这些我小时候全都干过，所以我不是之前那一年我妈说就是咱不是双减那样、嗯、妈说、啊、实在不行你回来种地吧，回来种田、嗯、咱是真的会种地，厉害了，厉害了！从小是专业的，嗯、是。以后咱这个到七八十岁、五六十岁、嗯、回老家搞片地，七八十岁都种不动了，种不动了是吧？是吧？七八十岁之后没体力了，没体力也是啊，扛不住。六十岁，六十岁吧。啊，这名字叫连盖。连盖，哎，对，嗯嗯陕西我们那一块这个连甲，对，连甲，陕西话普通土话里面的叫连甲，对，嗯，连甲这个叫，对对，他你字修的是对的，一个木字旁一个甲，叫连甲，连甲。对，以前小时候家里好多种农具，能放一屋子、嗯。然后那个石头的，他用一个铁的夹住，或者木头的夹住，然后拖在牛马身后转的那个，我们把那个土话叫篓子。篓子。陕西关中土话叫篓子。篓子。对，这个发音很好玩啊。但是它实际是有对应的汉字。有没有朋友能敲出来？篓子，这个听起来就很难啊。对，就是关中人的土话。嗯。嗯，他们叫连家，对，叫连家，连家，连家。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有这种工作生活经验，嗯，石碾子，对，应该是石碾，然后找牛、啊。它不是这种磨豆子那种，对，它就是一个圆。你现在到很多地方还能仍然能够看到圆的，嗯，跟压路机是很像那个，哎，跟压路机前面那个很像，很像，但它不是一个标准圆，它其实是中间，直径比较大，两边直径比较小的那种圆啊。嗯，一样的，你看有那个字呢，评论区有人写出来呗，两个石字旁的那个，看到没？那是念滚吗？石滚？不是，对，你看就刚它有一个石，一个路，然后有一个再有一个石，那个是写。哎呀，学到了，学到了。就你要读陕西籍的很多作家，他的书里头就会有很多这样的词。嗯，啊，陈忠实啊，贾平凹呀，他们书里就大量会看到这些词。所以陕西平时都主要吃啥？就小麦、面食，做面食。对啊，所以米饭你们吃的多吗？很少，小时候吃米饭很少。嗯，就是，
五月份收小麦，然后十月底收玉米。但玉米的种植历史实际很短嘛，对，从明朝才看很多关中人，关中一些县城的县志啊，他写这个种玉米、种辣椒、红薯这些东西，好多都是到甚至都到明朝，到这个清朝前期，甚至有的清朝中期才开始种这些东西。我们说明朝传入，但其实好多地方种，我看我们那儿还有隔壁那个县的县志里头写，都到清朝中期才开始种这些东西。徐小鹏自己拍吧，果然是爱看书呀，县志都看。哎，了解一下自己这个县的发展历史，闲着没事看。讲族谱没？你看我家就是族谱，有呢，我们家有，我们家也有。我们家没有。胡子以前从哪一代这样下来？这个村谁跟谁家本来是亲戚都有。啊，对，上去看了一下。对，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对知道的是西红柿、杨柿子。哎，对，杨柿子是你们的方言。对，杨柿子、杨钉子。啊，杨钉子，好可爱。火柴叫杨火，杨火。肥皂叫杨碱，传过来。杨碱，从国外进来的叫杨。清朝进来的叫杨，对，唐朝进来的叫胡。对，哎，胡这么说，我应该是从唐朝时候进来。胡说，胡说，胡说八道。胡来，胡来，听不懂胡人说什么，胡人说什么胡说八道。就是听不懂的意思。我对我的族谱更是更了解。我看一下是不是从那个唐朝的时候从什么匈奴过来的。鹏鹏太可爱了。对，我记得反正小时候，哎，我爸妈他们就普通话说不标准嘛，然后呢，外甥女送到村里，贾一珍给贾一珍教普通话，这个叫杨四子。四子，我说不是那样说的。啊，他意识到他叫杨世子。我说不是那样说的，现在就不说杨世子了，人叫番茄。那贾一珍会不会陕西话？啊，会，会一些。其实得教一点点。我觉得应该就是乡音味感挺好的，他其实是一种归属感。然后我说这叫番茄，然后爸妈行，番茄番茄，然后给他叫番茄。然后有一天呢，浇到玉米，我爸说这叫番麦。我说番麦，普通话不用。我爸说这叫番麦。我说你毒死了，这叫番麦。我爸说那你说番茄的时候，你不是这很洋气吗？我说番麦为什么就土了呢？是不是说的有道理啊？对吧？就是啊。啊，我知道你们叫玉米是吧？我们叫芋桃，我们有对芋桃脯。啊，芋桃脯。哎，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山西语言能力很强。然后呢，这个。我爸就说：“你说番茄的时候就很洋气，那我现在说番麦怎么就土了？是不是厉害？”我一想，哎，有道理，很有道理、啊。被反驳。明朝就来叫番什么？对呀、啊，番什么？番瓜，南瓜我叫番瓜。对，玉米叫番麦。番麦，这个叫番茄。但这个你听啊，你的脸颊像熟透的番茄，你觉得很洋气、啊对哈，很高端。你熟透的脸像熟透的番麦。然后那个。你晒黄的脸像秋天熟透的反面，你粗糙的皮肤像熟透的反瓜，这是咋听咋毫不浪漫？已经不是不浪漫，已经是有点土气了。对，尴尬的。我们老家这个叫细碗丝，细碗丝，啥？这个我们家运城，对，它也是西开头，但是后面呢就是各种就是非常多的语气词，细碗丝。这个柿肯定就是柿子的柿，对，柿子的柿。碗是啥意思？我还真不懂啊，那非常地道的，运城话、河津话啊。你们老家怎么讲？杏丝啊，杏丝哦，西红柿，杏丝，杏丝。他们这还有吞音呢，还有吞音，哦、对，很精致哦。而且我们那个方法是没有平翘舌的。所以没有说志鹏，都是自鹏。自鹏，你今天吃饭了没有？所以江浙话都是比较平翘舌。自鹏吃饭，对，自鹏吃饭了没？那跟阿杜的方言有点像，差不多，因为福建嘛，很接近嘛。是我，如果你在我们老家，你结婚基本上不用往远了看，就隔壁村或者隔壁的隔壁村，因为大家认识人很有限。明白。都是混血，都是混，哎，对，都是混血，对，混的不远，但是怎么说呢？还是混了，还是混了。我们可以带个露营车。好好，露营车。哎呀。哎，以后咱有孩子的话，直接放里边。哎，我们家这个露营车老接，这个露营车也能坐人。是。既然这样，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让孩子你试试，让轩轩拉你坐进去。我们家小孩六十斤。那我下班了，你坐进去，让轩轩试着拉你。可以的，没问题。我估计可以，真的。好，谢谢宇辉，让宇辉先休息啊。今天宇辉真的是开了一天的会。这个真的这么结实吗？我其实也不算轻，你要不再坐会儿其实也可以，没事，我觉得坏不了，可以尝试一下，没问题。哇，朋友们，此时此刻我要给大家大力出奇迹。你会这样，咱去湖北的话，你车票不需要大力，可以给我买了，就把这个车也有了，把这个绑在货车后面。
然后带着上高速，可以，对吧？上高速一路火花加闪电，旅行人扣十二分还不行，还得上高速。上高速，绑在和谐号后面。鹏鹏怎么样了？撞得非常良好。然后一路网友就这个汇报的情况，实时汇报。嗯，还是敞篷的，你们坐的高铁都是封闭式的，我是敞篷的。对，你什么样品需要带，你往我这放，对吧？我这抱一阵，饿了烧点样品。好方便啊，一路你看风景是最真切的。对，只不过就是汽车尾气有点多，吸的。确实也是。